好，紧接着我们欢迎王伯杰来跟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伯杰。好，伯杰辛苦了哈，是不是？不会不会，因为您的戏在23分钟之后才开始啊，对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对，今天刚好只做到22分钟哈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。啊，你拍这个戏的感想？其实拍这个戏，我觉得真的是像小天讲，很痛苦，但是我觉得那过程，觉得是我们。会记得一辈子，毕生难忘，真的是毕生难忘。我们每天就是在现场，因为我的戏就跟小天在一起，是每天都是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在现场就是只能就是看着对方，然后傻笑，然后因为很累，你知道，很累，彼此依靠哈，就是真的是我们俩一条心，然后拍到最后，我们俩真的就像在里面一样，像个同袍，我们的感情就像同袍兄弟这样。是。对，太棒了。那跟导演是第一次合作吗？对。哦，感觉如何？因为大家都知道窦导是远近驰名的凶狠啊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刚可丽姐也讲龟毛啦，您呢？您怎么看啊？你没有吗？你要倒带吗？你怎么现在翻供了嘞？是说某些要求，这是必须的。啊，是是是，怎么样，伯杰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要跟导演合作之前，一定有听说过了一些，就是关于导演以前的丰功伟业。是是是，所以进组的时候，第一个礼拜我真的是超怕的，就是我整个人是很会在现场会抖的那种。小天会看得出来，他每次还会抖。我每次在拍的时候，然后小天在旁边，他就会指着。我都有跟你讲什么状况是比较恐怖的，要避开。然后到最后慢慢久了，他习惯，他看到我在紧张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讲话，小天就会过来这样。是，赶快安抚你一下，都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到最后我们的关系，其实在现场就很像电影，像好兄弟。不过窦导这次真的是，我目前的我没有看过他发脾气。真的，这我要强调一下。声音这样子，这我要强调一下，我没有遇到他发脾气，这倒是真的。真的。